品啦，要殺校啊！幾時小班教學啊？我跟住個八日正確就係中學都要小班教學，由小學生教到大學生，我就睇到香港嘅語文教學咧係嚴重出錯嘅。希望大家一齊關心專上教育。我同王漢明入到去立法會，一定會幫過時嘅同學出聲，一定會幫專上教育嘅同學出聲。多謝各位，一路都會係爭取擴張呢一個嘅係大學學額，我哋係反對任何削減大學資助嘅政策。多謝大家。會咧，我哋都肯投放咧就資源咧喺特殊老師嘅培訓啦，一定會係關顧係特殊教學呢方面嘅。多謝。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全港小學時事及常識問答比賽2008，我係主持人毛孟靜，我係主持人余若薇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一條問題，請問乜嘢係冇承擔呢？好，指導。呢、這個副學士教學政策、母語教學政策、三三四學制仲有小朋友，因為政府實在太多冇承擔嘅教育政策，可以一一細數，所以正確嘅答案係政府所有嘅教育政策。第二條問題，調調揈係點解嘅呢？我知。媽咪話咧，第時升到上中學咧，就會有幾班讀中文啦，有幾班讀英文。咁你中一就讀中文嘅話咧，你中二就可以讀英文啦，你中三就讀中文啦，中四咧就讀英文喎。跟住之後咧，啲教學語言咧又會分時段又唔同嘅喎。即係話咧，你八點鐘咧就用英文啦，九點鐘咧就用中文啦，跟住但係十點鐘又用翻讀中文定英文喎。咁就總言之，十一點鐘咧又會用另外一隻咁樣咯。哎呀，咁啊到期時咧，我中文又會好啦，英文又點啦？咁嗰條問題一定識答啦，嗬？在的答案呢，就是政府再次推出的中学语言教学新政策。调调揈三个字呢，就代表不中不英，就有中有英，结果就不中不英。下一条，三三四新学制是代表什么呢？三加三等于六，六仲有个四，即是六四啊。哇，主持人都唔怪得呢班小學生嘅，佢哋真係唔識㗎。啲家長啊，問我哋嘅特首啊，問佢咧有關三三四嘅問題啊，佢話咧呢個問題咧係專家先識答㗎。填充題嚇，政府嘅特殊教育政策係乜乜呢？唔通係屈機？政府嘅特殊教政策真是垃圾嚟嘅，个政策真是特殊，是不是好正呢？听落都几顺耳啊！阿威仔，我就话教育啦，政府嘅特殊教育政策真是好笑啦！你唔好乱估啦，计我话系混乱，政府嘅特殊教育政策真是混乱啦！正確嘅答案咧就系政府嘅特殊教育嘅政策咧。是非常混乱，毫无远见，极无承担。14500这个数字代表什么？哎呀，很容易的啫嘛，大学学额。正确的答案是，听住，20年都没有增加过的大学学士资助学额。啊，唔係幾抵喎！喂，阿拍檔，竟然係冇贏家嘅喎，原來嚇，唔係啦，點解唔係冠軍啊？答案咧好簡單，喺政府嘅非常混亂教育政策之下咧，我哋全部都係輸家。我哋唔想做輸家，咁可以點啊？唉，唔使怕，因為我台同有功。